也让观众非常期待的是，又有一部最新的偶像剧准备要加入每个星期天的晚间黄金时段了。是由艺人炎亚纶还有修杰楷等当红明星主演，以音乐当作故事的主轴。举办首映记者会的时候，粉丝都非常的开心，真的是未演先轰动。可别以为这是交响乐团准备要表演，其实是周日偶像剧大战最令人期待的大戏。明明知道是其实却说不出来，我是疯了，因为在你心中到底算什么？你懂什么？你什么都不懂啊！像你这种天才怎么可能体会一般人的痛苦？有艺人炎亚纶、修杰楷还有当红女星 Lara、周采诗等大咖演员，以音乐为背景，成为另一波偶像剧主流。海杰，你到底是怎么样看蓝蝶飞的？除了剧情抢先曝光，剧中主要演员也全部出席首映记者会，要让粉丝看个过瘾。亚纶和平宇。真的是未演先轰动，加入黄金时段偶像剧大战准备开打。记者张正杰台北报道。